基金平台早在日前已經上架，首輪上架的基金不乏一些大名的基金公司，包括 BlackRock、Schroeder、Franklin Templeton 這些大公司，亦有些相對新進的 Fred Needle、Relay 這些公司，客戶可以依照自己心水去選擇貨幣市場基金、股票基金和債券型的基金的。最重要是可以在我們 AddOne 這個 App 裡面，在一站式平台操作股票買賣、期貨買賣和基金買賣，就不用把錢跨平台調來調去那麼麻煩了。